哦，欢迎收看《胖妞爱作怪》之台风天来，就是要待在家里耍废。主题就是要来拍这个即食珍珠的试吃，好开箱影片。刚才丢的就是我姐姐帮我丢的。好，那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，那就马上看下去吧。这边有写说，一开始就是你要吃多少的量的珍珠。那这边呢，就是85度以上的热水冲泡。那这边就是把它搅30秒，让它解冻就可以了。Thank you.